边牧会乱叫吗？正常情况下，边牧是很少会乱叫的，如果不听话乱叫，通常是有以下需求。一，想遛弯，边牧精力极度旺盛，如果它边吠叫边向门口移动，那么就说明它极度渴望外出。二，想食物，成年边牧大多有着定点进食的习惯，如果主人耽误了，它就会在食盆前冲着主人吠叫。三，想玩耍，接球接飞盘是边牧最喜欢的，但需要主人配合，如果主人不理它，它就会通过吠叫引起注意，